阿拉九尾哦，不是，阿波兰呢？我靠！哇，绝土厉害！我靠，好傻眼！对不起，我靠，对不起。等一下，先说明，不要按虚哦，他不是这频道，不要按虚啊，不要在这里面虚啊，哦，干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新阳。我们最近很喜欢玩PTCG， 是宝可梦的卡牌。今天吧，12月20号的时候，第二弹的宝可梦补充包已经发售，我们就跟我的几个朋友收刮了一些补充包跟起始牌组。我们昨天来开箱，看看到什么东西。新阳本身是比较想要开到 ZA， 比较想要开到 ZA 的玄土阿塞罗拉，这边有图，玄土阿塞罗拉。然后另外两个人他们不想露脸，他们比较想要抽到的是仙系，他想要抽到仙系，他想抽到阿罗拉九尾。然后右边这个想要打炮虫烈红座，他很贪心，他想要开烈红座，贪心。我们先开玉组吧，会有正反面。好，从正面那边。他这边这里包先收起来放旁边。其实这边看起来很多啊，可是只有这15包是我的、啊，其他都不是我的。玉组有3盒是我的，来挑。35。哦，还要3、4、5盒。好难啊，超难的。NG。行不行？35。啊，你要什么？6、7、8、9。哇。然后我就捡人家剩下的，我要什么250一留着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丹尼哥抽到什么，这个后面有个故事啊。我们今天去超商找卡包的时候，心想突然看到有一个玉组孤零零的放在那边，我突然心有所感，我觉得那个卡盒有点仙气飘逸，我叫丹尼哥买下来。打开果然第一张六尾，然后翻到后面附属性刚一副玉组就有仙九尾加上基拉奇，爽翻天，直接升天。这是什么果？是瑞神吗？附属如果是刚的话，就一定有基拉奇附属，关键。一般那就是请教王。有仙还好，有仙有古芝麻吗？关键有古芝麻，一张古芝麻，有一张祈愿棒，有一张竹篮，哇，一竹篮一古芝麻，不错，这样是可以的。哇，罗南已经开了，纽拉，第五个截图，胡帕，刚，刚，哇，给镜头秀一下你的鸡鸭旗，哇塞，这样蛮好抽到的，哇，怎么蛮好抽到的？我还没有开始抽啊，舒服，刚，哇。基拉奇，我现在就只有丹尼哥他有爹爹啦，我们都被他爹爹压着打，现在想要拉个基拉奇出来，好啦，赤龙王，水鼠，钢，又是钢，哦，太扯啦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，有骨子吗？那我这盒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这边到底装的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好惨哦，花舞鸟。哇，两张骨子嘛，花舞鸟最后面是莱西拉姆，哇，钢是都被你们开完啦，太扯啦。开卡盒的节目是分请来宾啊，木手工，哇，木手工，来，看我第一个是什么？没有，这个利欧路啦，可以啦，利欧路，格斗，格斗，刚好需要用到格斗，赞，附属，拜托钢好吗？钢都被你们抽完了，水，哇，哇，水沟巨沼王，多那一副哪里？这里，我拿一个多的那一副，给我这是木手工啊，他有木手工，木手工啊，好可怕哦，你们都一人一张鸡鸭旗嘞，我两张，那个不算哦。讲到这个伤心，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想到要拿那盒呢？来，这是什么？基格尔格吧。好，现在要开最后一盒。我都还没有基拉奇呀、啊。我想要闪电鸟。在你的头，我要基拉奇。什么？飞天螳螂。来，最后一张。然后我们最后再猜出来是谁要飞。对，我们来，先我们的第三个来宾，他没有在玩 PTCG 啊。不过我们请他来开这盒。哦，仙九尾。来丢骰子决定这个是谁的喽！哎呦，我也好想丢、哦，好想丢、哦！来比大小，来比大小，你是不是这边确你要退出啊？这是公平的，这是公平的，我有买好吗？阿罗拉六尾，然后所以他的 G 差就是九尾。开始不是说我要四盒吗？来，对啊，奇怪，来甩三颗，你先啊！来甩三颗决定，我想要的是，哎呦，这个关键哦。7，来拍卖，哇，9、14哎，他真的很想要，很想要，来跟你讲，有了，谢谢，说你又刚哦，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个开到一个是阿罗拉九尾，然后加附属是刚的基拉奇，我最爱秘密小径啦，哇，来，什么？先，刚，后面啊，一般呐，啊，一般，可惜，是要买另外一副啊，没有跟你买啊，
哇，心结来了，心结来了。好，我们一组桌面开到是这样啊，就这样。对，这样。OK， 最后最大奖有出来啊。接下来是开卡盒，哇，太扯啦！哎、欸，我的鸡鸭起咧，傻眼，就我开最烂咧。好，我们现在预组开完了，我们现在开这几包，这几包是我们今天去超商扫货的。前面那十包 A 是丹尼哥的，然后后面我去超商是买了10A 5B， 因为我比较想要全图阿赛嘛，所以我 A 买比较多。OK， 我们现在看超商配率到底有没有比较好。有些人爆屎，有些人抽得很好。这个亮亮是什么？亮法啊，色为七系青鸟哦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用、啊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四二真龙，有没有？还不错哦。来，全图阿赛就在这边，笑屁哦。哎，七系青鸟哇！你傻眼，满手七系青鸟是怎样？哎、欸，这样是什么？哦，探险队。哇！哎、欸，乌贼王，鱿鱼。哦，不错、啊，不错的小人牌。可未知图腾。哇，未知图腾。真的。哦，身上总共收到66个，伤害，所以你的前面加后面六只宝可梦，一共要扣660滴血，然后你还不能死掉、哦。太难了。哇，难如登天。可是你达成这个条件，你就马上获胜。哦，嘴角微笑。微笑。还好。那全版。什么东西？自然跑效果。二鼠的自然跑效果，水能，设为四二真龙，哎，虽然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用，哎，反击收不了，这个还不错，对，这个我要，来啦，全图，跟你讲，全图就在这包，哎，化石，你可以打那个头盖龙，化石，变能，哈克，杰克伯母，那个指尖陀螺。没了，没了，直接没了，傻眼。我帮你，这里还有纸陀螺。有啊，可是你看那个纸陀螺很不符合物理，你看它中间那个是根本转不动。基格二的蛇板。哇，哎、欸，基格二的。我现在只有一张 G 叉，你开几张 G 叉啦？哎、欸，后面收闪。哎呀，阿波索鲁啊，哎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打上来的时候对方的那个撤退费用都要加一，哎，不错，不错了啦。哎、欸，好啦，有哎、欸，这样由于我的凑满一组了，设为的猎鸟路杀耶、哦！对耶，对啊，嗯、哦哇！你开五包一狙叉，一狙叉，可播啊！这包全图阿塞罗拉就在这里啊，这样、哦、你已经讲三次了，不要拆台好吗？哎、欸，我看闪，哎，还行啊，马夏多马纽拉，不好意思，来全图阿塞就在这里啊。第一个，不要笑，这不是 A B 段啊，没有 A B 段，不 C 的。来啊，来，哇，狙叉，象征鸟，象征鸟。嗯，好了，我帮你放前面，乖。哦、不认识啊。哎、欸，我剩两包啦。小阿塞在哪？阿塞。来全图阿塞罗拉，我不知道讲了几次了。连狗狗其实写还不错，我蛮喜欢这张的。哎、欸，终于有了，有 hand 了，终于有 hand 了。彩笔，就是收集35张卡以上，手牌35张以上就可以获胜。最后一包 A 啦，全图阿塞罗，就在这包了。好，全图主张也可以啦。来了，哎呦，巨叉只开两张啦。因为是超商版，谁说超商比较好的、啊？不一定啊。来，纽拉，哎，纽拉刚好跟马纽拉凑成一对。OK， 哎、欸，放下面。哎，傻眼、啊，小暴击！哎，我爱这张，我蛮想打这张的。还行。没了，哎、欸，没了。啊，全图阿塞，啊，连小阿塞都没有啊，这把没有小阿塞。再逼逼有全图利爱，全图古兹玛。裂空座，哇，色尾，对，原本会在里面，被我讲一讲都跑了。Copy K， 好牌，什么东西、啊？开了，傻眼，这包什么啊？不知道、啊，乱七八糟。我是要放点吉祥物啊，来，把它踩成卡包。来，另外给你看，电系哦。哎呦，哎，是毛妈蛋，好水哦。不会在卡牌里面是水鼠的。哎、欸，不错啦，纤细的哎、欸。哦，这是先用的牌啊！对啊，想要吗？哎、欸啊，反正你等一下你还有书包 B 咧，然后护目镜跟冰柱。哎、欸，你算这边是水鼠，可是不要这么水吗？设尾的巨潜螳螂，不错啦，不错啦！哇，第二半开包之旅，我的部分就快结束了。你要讲什么都在这里啦、啊。
全图力量啊，全图古之马啊，都在这边啦，跟你讲啦。不好意思。啊，四叶草哦，草能，然后瓜什么瓜什么瓜头蛙，就是刚刚泡蛙的进化，然后最后是甲壳冷蛙嘛。嗯，来，铁火火焰，好像是有用哎、欸，想要吗？想给你哎、欸，你看用这个之后，那个什么，哎、欸，斗戏，斗戏的居超无法对得上他，可是我是打斗戏，所以我不想给他两个。没有啊，那不错，那不一定会放啊。对啊，因为那太针对啊。OK 啊，我卡包就到这样子啦。然后他们还有一盒，就你刚刚在影片封面看到的，对，这盒30包里面15包是罗南的，然后15包是丹尼哥的。啊，我的卡片就收起来了。梦想破灭，梦想没有成真，梦想没有成真，美梦成真，哎、欸，说了美梦成真呢、欸，美梦没有成真。来洗牌，抽15包，一人15包，来一中发，你来命运，关键时刻，你要洗哦。没有啊，可以直接发，你就给他们一人15包。哎呦哎呦，看起来很公道哦。我忘记几包了。不好意思。来，我们现在确认有几包。来，决斗。决斗什么东西？决斗，就走喽。卡路尼。卡路尼在干嘛？我的仙系用的。哦，刚刚那张。刚刚那张。看到东特别的东西。看到特别的东西了。特别的东西。哇！那是一个特别能量哦，轮钱猫哎，轮钱猫，不错啊，轮钱猫不错。闪电店好像，闪电店好像，闪电的牌组好像会放，对，可以去看老爹的影片。对不起，阿罗拉九尾哦，不是，阿波兰嘞。我靠！哇，全图力量，我靠，傻眼！我靠！我靠！等一下，先说明，不要按虚哦，他不是这频道，不要按虚啊，不要按这里面虚啊，哦干。傻眼！哇！我先终止一下，我去。哇！好，先装它。哎，不要为这卡片按虚啊！这张卡片不是我的。OK， 它不会到我这边来。等一下，它只会拿出来秀我而已。OK， 啊，我手好抖。怎么？小心受伤！哇！那要1800吧，到2000吧。真的？对啊，全图厉害！全图厉害，这么贵！我靠，炮雷！我靠，炮雷！被砍到了！哇！哎呦，受伤了！整盒都回来了！割到了，掉价了哦！这不行了，掉价了！这样不行了啦！卡矿呢？对，卡矿呢？说好的开封极路套呢？到了！卡矿呢？过了几秒啦？哎，不是啊，过太久了，不行了！入城了啦！哎呦，3秒了！好可怜哦！好可怜哦，水军，好水哦，好水哦。可力量我还好啦，不要抽到拳头阿塞就好。现在这边也不会有拳头阿塞。哎呀，异兽环，打异兽环可以放这个。来了，快上套。太久了吧？哎，过多久了？没有，上完一层了，我要上第二层哦。不一样啊，哦，人家都上亚克力壳，你在上这个。两里面两个虚。哎，这不是我，不要按我虚，拜托，不要拜托。我操，谢谢。哇，这边突然陷入地气啊！哇，而且还是你分给丹尼的，哇，这个洗牌，哇，别再秀啦，走开，放这边，哇，本质看板娘，哇，傻眼，你要把刚六尾放在一起，我说基拉奇，哇，他两张，我们现在给他一点鼓励，不然这样，这张可以看，刚才换好几张那个好几张基拉奇。哎，刚好，那第一爱的宝可梦就是奥拉六尾，他等于几张吉拉奇啊？应该可以放六七张吧？没有吧？300都要六张啊。像莉莉爱，我是不知道现在价格了啦，反正我觉得之后不会那么高。还是包十块了啦。干嘛这样？现在我左边的罗涵开始自爆，跟这样自爆十块一样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哇，什么？我靠！哇，美梦成真啊！这美梦成真哎！那多少钱？哇，800，800到1200吧。哇，这加起来3000多块，两个卡盒啦！哇，你就这样分给他了？我先去上。本次 MVP， 800是明天帮我买早餐。不敢出门了，是买早餐这想到我们的丹力哥有个特异功能啊，他可以靠自损来换得运气。好，来310块是我的。平底锅呢？干嘛这样？哇！平底锅，我拿你的平底锅。他只要每次受伤暴血的时候，他运气就会爆棚。哦，
像他是抽到社尾的索维亚克哦，加上全图骨之嘛，然后电脑就爆了，资料就救不回来，哇！你会不会虚啊？这不是我的，刚刚那个才是我的。为什么没有什么？没什么巨差、啊？电龙闪电龙，没什么巨差、啊，为什么？这样几张巨差了？一张，两张，该不会在这里吧？是巨差哦，该不会在这边吧？罗伟豪，哇哇，罗南，我看他表情好鸡巴，好鸡巴了，有啦，有巨差啦，巨天堂了，哎、哦欸，这巨他还而已，还而已，我好像才开到个。水军，水军，干巨差在你那边哦！我操，哇，好狗、哦，设为普通，很普通，就是、在这两张面前，这两张不是什么东西。哇，几张巨差啦？一、哦、二、三、四，四张巨差了、嗯。哇，他表情又来了，那表情每次他做出这个表情的时候，就是很欠揍的表情。有电巨差，哇，那是巨差。可是你有电针、啊，电针来了。哇哇，他嘴巴在笑了，嘴巴又在笑了。哦，吉拉奇啊，离心卡还好，离心卡还好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电刺？哇，没有电刺啊，有差哦，哇、哦，是有差哦。他们嫌没有电刺啊，是有差哦。啊，不然我这张我用电刺可以换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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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不要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电刺的人啊，应该有吧？一盒应该又有。原本要跟他们分这盒 set B 的啦，原本是十的配量啊。我们想想算了，不跟他们抢这个 B， 因为他们都很想要 B 的卡片。说不定今天我交了十八场就是我的啦，说不定有梦最美，美梦成真。可是我美梦失败。你看双方的桌面开出来的 G 叉啦，傻眼，四 G 叉对一 G 叉，这 G 叉还不知道干嘛，还有张全图莉莉安。好了，我等下送你一张先救的 G 叉。哇，小野仗了，哇，为什么带你带主角？你还懂啊？你还懂？我懂多少？那、啊、我呢？我今天帮你挑一张吉他旗下先救位，我呢？他要吉他旗，你要不要给他吉他旗？这个呢？四号封我这个，四号封我这个，就给你一张。哎、欸，我都是我把六尾拉到这边来，历代才被我叫出来的哦。你想看你的第二盒吗？我有个全图。你要打，你要开第二。乘胜追击，拜托，乘胜追击。我在旁边看的，你要不要先收起来？全图阿塞罗拉的，这边不会有。我有，怎么有？有还不截取起来？还不截取起来？哇，哎、欸，我是把六尾拉在这边是坏错事哦，是做错什么、啊？做错，你然后做。我应该拿幽灵系的来啊，阿塞罗拉是玩幽灵系的，我怎么把？六尾拿过来啊，不对吧？好，开第二盒 ，OK。我还是哎，飙高手，手，好，这边这38都是丹尼哥的、啊，土豪玩家就是不一样啊。笑了，他笑了，笑了，笑了 ，baby 小人，这什么东西？笑了，才喝的吗？哦，还行，还行，红牌卡有爱，还行啊。哦，这张我觉得这一盒就很普通哎，因为这是喜多郎啊，有电池，有电池哦。把你电视都买齐了、啊，我没有买，你没有买，你今天不是下单了？他不卖我，不卖你，他是插入哦，哦插入，泽尔尼亚斯，好，巨差，第二张巨差出来了，往这边，先顺，有一张电池，两张电池，哇，谁、欸、前一回还在那边讲什么？我、哦、没有电池，被挨脚了，世代火影，像，空木博士的。哦，空木博士不错，空木博士的指导，他可以去拉60滴血以下的怪。冰坚步，哦，冰一步，冰一步，可爱。游泳球神力珍宝，哦，珍宝哎，宝藏，他可以去拉拢哦，所以是打利空座的时候可以用这张牌。苏尔加油，哦，苏尔加油，哇，金卡呢？金的苏尔加油也没有他贵啊，哎、欸。找王色，哦，色尾找王，哎、欸，两只找王，单位能量。这是我要用的牌啊，什么拿去卖？我给你这么好处，一张能量都不给我吗？是有，收二仙，我打的牌就需要这张。我等一下，我今天帮你挑一个九尾加鸡鸭旗，你个能量都不给吗？嗯，我们等一下好好来讨论一下。哇，好爽哦、喔，好爽哦、喔，要秀了，要秀了，要秀了，秀来秀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哇，电猫啊，大只的杰拉，杰拉，哇，我们要被打爆了，我们都不用打了。哇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风头小丑。巨差哇！哎，反正这张就不会全图了。谁知道？他抽卡最先讲这样子，然后后面抽到，我不知道。嗯、是什么？蝶结茫茫，我刚看了蝶结装莽。好笑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幽默，幽默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，这是我们认识哦。幽默大师，做一包，做一包，爆个配率来。哦，真的爆配率啦！哇，七局差哎、欸，这是爆配率吗？爆配率啊，它是六张啊，哇，色尾不算啊，色尾哇，一张普通的
我想射尾，射尾。没有没有。哇，两射尾啊！射尾，两张射尾居差哎！哇，好朋友，傻眼！哇，哇，哇！你刚把这张路线被虚。哇，什么被虚？我被虚，不是你害的，都不是我的卡片啊！哇。这游戏真难玩啊！我们今天开箱就差不多这样啦哦，很精彩啦，可是精彩都不是在我这边啦。想要打那个什么，想要打炮虫猎空座的人就拉到哇杰拉奥拉哦，还有猎空座、哦、什么都来了，电刺还拉了两张哦，还顺便拿了两张设为狙叉，哇！我们今天都是来陪玩的耶啊，今天就这样子啊，哎，拜托不要爱虚，真的不是我的卡片，哎，拜拜，下次见。